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四轮已经结束，现在只剩最后一轮。为了让冠军和普通体育爱好者之间的差距继续缩小，我们的节目组在除了给你们提供锦囊的情况下，还会有另外的特别装备。什么？好好奇哦。来，我请我的助理把我们的道具箱打开。哇，这是什么？首先，脚，非常有用的一对脚蹼。脚蹼。另外一个很沉啊，小心。哦。这是一个水下的推进器。不要忘记，你们还有一个锦囊。我们有秘密武器。对。好，来，游泳健将上场。哇！哇！先来。来，那个来自我介绍一下，首先是这位小帅哥，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顾康宏。顾康宏。康宏几岁？十一。拿过什么名次吗？世运会第二。哇！下面是这位女生，给大家介绍，叫什么名字？王诗月。诗月，你几岁？十二岁。你的最好名次是？世运会第四。哇，很厉害。我们的比赛就是由这边八位运动员加上两个道具，对，来挑战十六个来回。孙杨，你怕了？你怕了？特别怕，特别怕，怕死了。你要不要这么怕？好，亚乳酸盐，来吧，冠军！今天最后的一次真正的直接 PK， 也是我们终结者队最后一次挑战成功的机会。我们的四百米，我们将会给我们终结者队三样保护你们成功的利器。第一，将会有两个道具。第二，我们邀请了两位优秀的少年运动健将。第三，孙杨的成绩有可能会比你们快一分钟左右，所以我们将会在你们比赛一分钟之后他才会出发，也就是你们已经领先了一分钟，所以普通人也有机会战胜冠军。有没有信心？终结者队，我们能不能赢？好，准备，各就各位。非常的快，用了脚蹼之后，好，出发！陈江华，加油！现在孙杨是差一个来回，现在孙杨在第一个来回，准备了，出发来，我们的少年出发了，在现在看起来几乎跟孙杨的速度有的一拼。
现在孙杨已经把刚才一分钟的差距追上了。就这一次一定要跑完，要不然的话我就会浪费很多时间。加油，熊大林，加油！能追上吗，小男孩？加油！在孙杨面前，所有的战术，你敢用吗？我可以说的第三，但是我绝对不能说的第一。只要有一丝可能，我们就要去努力。张兰心，准备！张兰心，请准备。最后四百米的团队合作的比赛，我觉得那时候真的蛮感动，因为团队大作战的感觉。不管你第几趟，你到底赢他还是输他，你就是尽全力在游。好样的，来，准备！好样的，准备！走，出发！孙杨已经马上就只剩最后一个来回了。三次25米，就各有75米，真的有点累了哈。可是还是尽全力在走。亮哥，这一道，孙杨已经到达了。我们的终结者队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队长，我们的贾乃亮。只要有一丝可能，我们就要去努力。我努力了，我输了，但是我不后悔。如果我不努力，用尽我最后一个力，我回到家里，我一定会后悔。贾乃亮，加油！加油！到了！孙杨，你太解气，你怎么可以游得这么快？我都怀疑孙杨比他们少游一圈呢，感觉哈。但是我真的很幸福，何老师。怎么呢？因为我说，虽然我们输了。但是我们中国能有这样的一个变态的游泳健将，这个冠军简直，他一定是我们的国宝。当然，真的，我检验过了，何老师，我们孙杨太棒了，你是冠军。好，来吧，冠军，请问今天谁是冠军？通过这几个游戏跟比赛，我深深的真的是佩服孙杨。我就觉得给他们这么难的一个困难，那我们至少有一点希望。但是我发现我们没有希望。孙杨实在太厉害了，他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家。他有了这么多的荣誉，他又是世界冠军，他身上有这么多的光环，然后他又那么的谦虚，那么的可爱，那么的萌呆。我今天一开始跟他挑战的时候，我说我只会潜水不会游泳，但是我会保护您的。哇，真的，这个男孩子好暖啊。孙杨入水了。你知道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？他不会轻视我们，他也不会觉得这是一场游戏，他真的很认真在听规则。其实那个比赛我倒也没想太多，因为对于一个比赛来说，大比赛和小比赛，对于我们专业运动员来说都需要去面对，而不是因为说对手他是业余的，我们就是以一种啊可能很轻松啊很藐视，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对手的不尊重。我觉得就是我需要把我们作为一个运动员的精神展现给大家，带来更多的正能量。所以今天我觉得又上了宝贵的一课，让我知道说日后不管怎样的工作都要用这种积极的态度，运动家的精神去面对。他真的是一个很棒、很谦和、很可爱的、很懂事的好孩子。谢谢孙杨。